我老婆每天回来的很晚，啊，现在拿这个音箱放这里，吓吓她，放这里。这个音箱连上手机，好，我已经连上了手机的蓝牙，等一会她来了就放敲门的声音，吓吓她。我回来了，你们怎么都还不睡啊？没事，这就等你才睡嘛。还等我？对。有人在敲门呢，啊？有人在敲门。你去看看。谁啊？谁呀？是不是喝醉酒了？不知道哎。谁啊？我有点害怕。怕什么？看看了，不要怕呀。没有人呢。没有人？对啊。那就奇怪了，怎么会没人呢？那刚才明明是敲门的声音啊。那我们回来的时候有没有人敲啊？怎么我一回来就有人敲门了？是不是你后面有人跟着你呀？不能吧。不能啊，那有点奇怪了哈，有点奇怪呀。又敲了，啊！又敲了，啊！那是外面的打工的声音，不是敲门的声音的。是敲门的声音啦、你去看看吧。大半夜谁敲门嘛？我好害怕。谁呀？你自己去吧，我不敢去。没有，不，刚才你去看了都没人呢，怎么会有？那为什么老是听到有人敲门的声音吗？我去看看啊。我去看看呢、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人，没有吗？对，好吧，我们去睡觉吧，好害怕，啊，把门锁了，怕什么？把门锁了，不怕呀，反锁了，对啊，哎呀，过去干嘛呀？再试一下，再来一下。又有了，啊？那你赶紧去看了，好恐怖啊！你去看啊！去看啊！有什么恐怖的啊？你去拿把刀。啊，还有拿一把刀啊？以防万一嘛，要是坏人怎么办啊？不用啊，哎呀，不用我害怕。怕。你去们去，你去看啊，没事的。刚才是不是你闺蜜跟着你过来哟？没有，她都回家睡觉了。你去哪里玩嘛你？你去打麻将啊？打麻将，是不是欠人家的钱，人家追上门了啊？大半还是夜的，什么问题呀、你？我要欠人家钱，人家有微信说的呀，是不怎么是会来敲我们家门？会不会有鬼跟着你回来哟？你赶紧去看，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越说越恐怖，可能有我鬼都回害来怕哟，死你去了。看嘛。你去，我害怕。没事的，我觉得怕什么？有我在家，你怕什么？那你去看了，你老叫我去看干什么？不用怕，不用哎呀，怕。我好害怕！走，宝宝，我们去床上。走，我们去房间锁门。要去睡了呀？你要睡那么早啊？等一下，他又来敲门了。现在还挺早的嘞。你要不要来睡啊？我不去。等一下，人家进来了。我怕什么？我就在这里啊，我在这里守着的吧。你在那里守着？对，人进来的话，我就直接跟他拼命。你直接来房间跟我们一起躲不就行了吗？躲什么躲啊？要面对困难。快点来房间了嘛！不用，我就在这里啊。那随便睡你吧，吧，你们睡你吧。会把你抓走不就会会的。能把你抓走了。我们锁门了。哦，好害怕。